在1688上买的椅子到，一共买了4把椅子，现在拆箱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踩坑。应该没，保护的还可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真沉。打开看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哦，奶乎乎的。这个是米色，看看这个封边效果，还可以。哎，也没有奇怪的味道。你找找瑕疵，看有没有问题。瞅着挺结实的，我得把椅子腿弄开，别到时候晃。这有一个防滑垫儿，给它安上。来，手坐。安上了这个垫儿，我坐坐试试。哎，还可以。它应该就是海绵支撑。嗯，这个靠背也挺舒服。哎，还可以。晃吗？不晃。可以。拆另一个是其他颜色，希望这个颜色不会太深，当时我就纠结。哦，这个橙色会颜色稍微有一点深。就是特意要了两个颜色来混搭一下，两个橙色，两个米白色。嗯，亮点颜色就是显得家里好看，弥补了家里没有这个橙色的缺陷。真勤快，收拾利索了，摆上瞧一瞧，怎么样？模拟餐桌。嗯，还可以啊，从远处看一下，可以。看看细节，这个整体还不错，它这个包边儿，这应该这不是那种皮，这应该是皮革。然后这个腿是这种金属腿，反正这一把椅子挺沉的。然后里边是高回弹海绵，然后底下有这个垫儿是单独给安上去的。可以啊，选的这颜色我感觉也挺好看的。他家主打就是这两个色，还有一个绿色，这三个颜色。都趴地上看了。坐上我们200块钱一把的椅子，这是在那个1688上买的，坐着还是挺舒服的。我感觉这颜色我没有选错，我老公也说挺好看的，最主要的是坐着很舒服，靠着也有的靠，然后它也不会摩擦地板，也不会说左晃右晃的，就是让你感觉摇摇晃晃那种感觉，就是支撑力还是蛮好的，就瞅着挺结实的，200斤坐着完全没问题，虽然我们没有200斤。